们去哪里来的？哦，还没有去，还没有来。小袁开车。别，姐姐，我杀了你！红灯，红灯。我们在附近查到了一家超级火的披萨店，然后真的很好吃。我记得当时我们把披萨边都给吃了，我忘记点是啥了，但是所有东西都是现烤现做的。要是来的话，一定要去试一下这家，100%推荐。我们去吧。BYR7 on the beam.这家看似好喝，实际是我喝过最难喝的咖啡之一。它的咖啡豆烤过了，太酸了，不太推荐大家去试。这家韩国夫妇开的咖啡店很好看，比较小众，而且非常推荐。点的每一样都没有踩雷，并且没有像第一家那么酸，真的真的很推荐，很香。他会给你解释每一种咖啡它的由来和味道，看你哪一种比较想喝一点。特别推荐一下他家玉米口味的司康，不甜而且很香。
面就很咸，然后这个薯条其实挺好吃的，牛肉的话很少，也很一般，然后但是肉都吃完，毕竟它是肉。然后这个就是上面的鸡鸭被吃完了以后，剩下的饭就是没有人吃，就这家味道真的不是很好吃，对，不是很好吃。这个汉堡真的很好吃，但是我忘了是哪家的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但是风很大，所以头发都乱了。我愿意活在美颜的世界里，天哪！